灯业学校是在2008年成立。那当初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帮助比较弱势的小孩做一些课业辅导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是练合唱，我们还有做一些课业的辅导，包括数学、英文。那原生音乐学校，我们是属于假日的学校，我们都用礼拜六跟礼拜天上课，还有寒假、暑假。所以说起来，我们上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最想要做的是，我们与原住民的小孩子在山上缺乏机会，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团体来帮助小孩子，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，让他们有机会走出他的部落，去外面去看一看。一个礼拜合唱课只练一个下午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所有来原生音乐学校的小朋友，我们全部都免费，那就是衣食住行、娱乐全部免费，那都由我们协会来帮忙募款来照顾他们。我们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带着平安喜乐，让我们带着平安喜乐，完成今天晚上的音乐会，完成今天晚上的音乐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希望
能够朝向国际化。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唱自己的歌，那我们也希望唱不同的类型、不同的语言的歌曲。希望我们的合唱团不单单只是在自己的部落唱，在自己国内唱，我们也希望带到国外去。看到台湾未来的更好的希望，谢谢你们，我要向各位小朋友们还有大家鞠躬，谢谢。看到像马校长，然后还有那个钢琴老师嘛，就是利用假日都会开车上山去教小朋友唱歌。今天来这边，我觉得我感受性非常。听完这场音乐会，觉得非常感动。感觉出来他们是真心喜欢唱。